小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进入到我们早上的课程，我们先复习旧的生字词，然后老师再介入新的生字。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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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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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。今天新的生字，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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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，早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小朋友们拿出主题书，我喜欢上学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喜欢上学，我喜欢上学，我喜欢上学。人，人，人，我们翻开。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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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开。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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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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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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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。我爱我的家，我爱我的家。
我的家，我的家。爸爸，爸爸。妈妈，妈妈。哥哥，哥哥。弟弟，弟弟。妹妹，妹妹。姐姐，姐姐。床，床。毛巾，毛巾。刀，刀。上，上。上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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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乐的小孩子，快乐的小孩子。男，男。女，女。男，男。女，女。眼，眼。眼，耳，耳，耳，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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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口，口。牙，牙。手，手。脚，脚。哭，哭。笑，笑。玩具，玩具。接下来的时间是读儿歌的时间，请小朋友们拿出开心儿歌。
早安歌，老师早，同学早，看见校长问声好，同学对我说哈喽，我对同学说你好。早安歌，老师早，同学早，看见校长问声好，同学对我说哈喽，我对同学说你好。早安歌，老师早，同学早，看见校长问声好，同学对我说哈喽，我对同学说你好。图书角，图书角，图书多，拿起书来排排坐，这个字是什么？老师请你来教我。图书角，图书角，图书多，拿起书来排排坐，这个字是什么？老师请你来教我。小小手，我有一双小小手，一只左来一只右，会写字，会拍球，全靠十只手指头。小小手，我有一双小小手，一只左来一只右，会写字，会拍球，全靠十只手指头。洗白白小朋友，洗白白，拿起肥皂刷刷刷，前刷刷，
后说说，冲完水用毛巾擦，再穿衣服梳头发，洗白白小朋友，洗白白拿起肥皂，说说说，前说说，后说说，冲完水用毛巾擦，再穿衣服梳头发。小蚂蚁，小蚂蚁，勤做工，找到食物，齐运送，抬抬抬，捧捧捧，储起粮食，好过冬。小蚂蚁，小蚂蚁，勤做工，找到食物，齐运送，抬抬抬，捧捧捧，储起粮食，好过冬。小蚂蚁，小蚂蚁，勤做工，找到食物，齐运送，抬抬抬，捧捧捧，储起粮食，好过冬。接下来的时间是读故事的时间，请小朋友们拿出故事书《小鸭鸭迷了路》。一只小鸭鸭常常想到森林里玩耍。一天早上，小鸭鸭偷偷地离开了它的同伴，走进森林去。森林里，阳光变成了一片片，小鸭鸭在一片片的阳光上跳来跳去。森林里有很多奇怪又美丽的植物，小鸭鸭
肚子饿了，就吃了几片绿叶。小鸭鸭肚子饿了，就吃了几片绿叶。接下来的时间是练习写字的时间，请小朋友们拿出白板，我们一起练习写。箭，箭的笔顺有竖。横直，撇，竖弯钩，箭，箭的笔顺有竖。横直，撇，竖弯钩，箭，竖，横折，撇，竖弯钩。接下来的时间是写作业的时间，请小朋友们拿出华文簿。箭，箭的笔顺有竖、横、直、撇、竖弯钩。手放上去，箭的笔顺有竖、横、直、撇、竖弯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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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来读箭。箭，箭，箭，箭。今天早上的课程我们先学到这边，等下午见。